昨天有小朋友留言，还想看蓝色挖掘机。蓝色挖掘机安排啦，看上面还有玩具，走过去看看是什么。哈哈，这个是不是离老远都看出来是什么了？天哪天哪，快看快看，看看多少个呀哇！先从这个看看吧，吊车。这个吊车怎么回事呀？干活太努力了吧！呀，这里还有一个吊车呀。哈哈，还是你干净呀。干活指定没出力吧？小朋友，你要不要开啊？再过去看看那个吧。自卸工程车。这上面的司机去哪里了？小朋友，要不你来开吧。这个工程车的颜值也是绝绝子哦。看那里还有一个，过去看看吧。小朋友，这个是什么车啊？我猜你指定喜欢它。这个搅拌机好不好看呀？看一摇这个手柄，后面就可以出水泥啦。这个上面也没有司机。你们要不要？不要我可开走了。嘿嘿，走喽。